也是一种邦交手段。那我觉得我刚刚没放了一个是 Boston Chinatown 的，它的那个砖瓦是盖中正纪念堂剩下来的砖瓦运到 Boston 去盖的。对，所以是真正实质的一个联系哦。Material connection。 然后可是它一直有个牌子，就是它牌楼下面有个牌子，我来看一下，我还能回到我的 PPT 给你看一下。很快一直给你看。哦，这个不是很没有什么美观的，它就是这是 Boston Chinatown 的这个牌楼的一个角嘛，对。你看到这个痕迹都还在，它本来这个写中华，它本来写中华民国政府赠送，然后现在拆掉了。谁人家觉得尴尬嘛，大概因为现在这边中国人太多了，这边大陆人太多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牌子拆掉了。对，可我就说，所以我刚刚不就说我研究坟墓，研究痕迹，研究这种迹象嘛，就说其实很多东西是留在表层的，对，它的历史是留在表层。所以我那次回去我就吓一跳，我说啊，怎么拆掉了？然后这个很好，这个对我来说，个人我后来写一篇文章叫《一二三到台湾》，因为我刚好就是2007年选举的时候我在台湾，那时候我刚好就看到拆这个大中之政这四个字的时候那个过程，然后我刚好回 Boston 开会，然后就看到这个，然后说为什么到时候来拆东西，所以可是我就说，可是你记得大中之政拆的时候，当然那个争议性，可他其实也就是好一阵子他都看到原来的痕迹嘛，对不对？就是那个自由广场上去以后，你还是完全看到大中之政的痕迹，就会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其实新的跟旧的太，他是有这个东西存在的，对。我怎么回答你？有原来有这个字的另外一张照片吗？有，我只是没有在我的 PowerPoint。我有原来字，对。其实我应该回去，我不知道有没有贴一个新的中共的。不是他送的啊，对啊，的确啊，所以他能不能贴一个呢？不知道哎。哎，可是其实 Chinatown， 其实像温广他的一个片子叫 China's Missing， 很棒的一个电影。他的一个电影一个片段就是讲，79年的旧金山唐人街。然后就是过年那个游行啊，然后就一个人拿台湾国，他拿那个国旗嘛，台湾国旗，一个拿五星旗，然后就打架，说应该拿哪一个。因为其实相对国民党非常效忠的，其实华人还是蛮多的，因为他们早期的唐人街都是这个他们是赞助的，就是都是国民党政府赞助，就是说也是那个时候出去的，就是民国时代的，所以。那个根是很深的，所以他们很多人，这些老人家，他们非常反对变得简体字啦，变得大陆人啦，什么什么的，完全不认同。然后每次看到五星旗就要拆掉。那也非常反台独啊，但是也同时又非常反台独。对对对，所以就是失落的一群人嘛，对对，的确是，的确是。海令其实把那个全球唐人街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课程，因为我们现场其实有蛮多老师跟那个学生，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杜克的这种很特殊的教学法。所以我教Global Chinatown， 它是一个本科生的课，那其实有很多理论，因为你有很多理论架构，对不对？OK， 你有很多理论架构，然后。我觉得主要我要教的是三个方向，我教一个是时间的记忆，一个是空间的记忆，然后一个所以就是说，当然历史就是你应该教是时间的记忆，因为你要教怎么样去想这段历史，而且是不同的重叠的历史，而且有时候是冲突的历史。那另外一个就是时空的记忆，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地方它可能说那个时间记忆可能是假的，或者是有幻想的，可是它其实因为它存在，所以时空本身有记忆，它成为一个东西。就像其实那时候我写一二三到台湾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没有人真的很反对叫自由广场，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那时候的反对是一种对空间的留念嘛，就是说你觉得我不要变，我这个是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常常就是常常就是说我们忽略掉，当我们在改革，当我们在重新做一个社区，当我们在做一个，我们忽略掉就是很多人对某一个地方他有不同的记忆，他有不同的一种怀念。所以你要很快的改掉一个时空的空间的东西是很危险的，你要怎么样去妥协，你要怎么跟原来的记忆做一个妥协，所以我也是朝这方面，所以我会跟学生介绍很多跟 urban planning urban space 的东西。
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介绍很多离散 diaspora history， 还有就是不但是讲历史，而是讲 diaspora 本身的这个理论的概念，这个离散这个 idea 这个 theory。到底离散是什么？离散是个人的，是族群的，是离散还是说是一种心理的创伤吗？还是说它是只是说你逃难，对不对？可是逃难本身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怀？那我刚刚玩的游戏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上个礼拜有玩，我就是让你每个学生，我刚刚讲第一堂课的第一届，他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张纸一个笔，我就说你今天怎么来的？我说你可以从你祖宗三代讲，你也可以从你今天的公车路线画，所以我们就90秒钟，就是说你来画个图告诉我你今天怎么到这里来的。然后呢，我上礼拜玩的时候，我就说云章就是那种 A plus 学生，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做2D， 他做3D 的，你知道吗？对。可是我应该说张俊画得很漂亮，谢谢。他很无艺术天才，你知道吗？他能画吗？可大家的诠释都不一样。我上礼拜在世新玩的时候很好玩，是班上的男生全部都画路线图。像我坐这个捷运啊，我走到这里啊，然后在莱尔夫买一包烟啊，我在这里抽一包烟，然后走到教室，然后全部女生都是画心路历程，婚姻啊，事业啦，我在哪里啊，小孩子啊，不不不不不不。然后那个云章的其实讲得很漂亮，我不知道了解，他做成一个 Mobius Strip。因为那是在传播大楼，那云章是在传播大楼毕业的嘛，对，就你在那上课，所以他说，这他的人生在哪一个起点都是可以这个故事这样一直讲，一直这样讲的。所以，可是我鼓励这样，然后可是这个游戏的第二阶段就是你画完以后，你要跟你坐在你旁边的人，因为第一堂课不太熟嘛，第一堂课你要跟他讲这个故，他你要跟他解释，然后他要理解你的故事，然后他要来介绍你的故事，不是你来介绍你自己的故事。原因是因为作为离散，就是一天到晚在讲故事，你就一天到晚跟人家说，就你如果在一个村子讲话，你就那个村子的人嘛。可你如果离散了，你就一天到晚别人就说 Where are you from? Why did you come here? Where are you going? You know, why are you here? Who else is here? Did your mom come here? 对，就是你永远在解释你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来的，你是为什么来的，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有没有是不是阴谋？所以就是我让学生第一天就完全接触到说，基本上你讲这样的题材，你要顾虑到时间、空间，还有就是故事叙事 ，storytelling。那可是后来我一直教这个题目，然后我们看很多很多文章，多半都是像有历史学家、有社会学、有人类学的、有 urban planning 的文章，看一个学期。那当然看文章嘛，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在场很多老师，你觉得你们学生，OK， 伟军是说 zero， 他那天给我发了，我操！所以学生看的东西，你给他选的文章，我不知道，你觉得你学生看多少？大学生，大学部的，老师叫你看的文章，你们都看吗？他不准，他不准。不行，优秀学生怎么算？请他们一起提书单，所以他们一定要看。OK， 那很好，对。所以后来我想到，也就是说我来做一个虚拟游戏。那我虚拟游戏呢，就是我演一个，就是我刚刚说选美其实是唐人街常常出现的一个东西嘛，所以我就写一个剧本。对，所以 UCLA 就说是一个 UCLA 大学生，他也是 Miss Chinatown LA， 然后他失踪了。我本来说他被谋杀，后来觉得有点不好，所以我说他失踪了。他是跟他的叔叔阿姨住在 LA， 他家人在上海，很有钱。然后是做外销，所以他们就捐，$20 million加上一块地在 LA Chinatown， 然后一个基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全部班上的小朋友们、同学们都有不同的脚本，都是我写的，写脚本写得很辛苦，写脚本让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都要角逐这个基金，做这个基金会的主宰权，就是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个 executor， 然后。可是他们要利用他们全部这，就我们是14周嘛，所以这是12周开始玩，他们要利用他们头12周看的文章，来作为他们的辩论跟他们的延伸跟他们的，所以头一天很多人会觉得说会讲话的小朋友们，他们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嘛，上来就瞎掰就行了。可你会发觉有准备的人是最，就是
常常会发觉在班上反而是比较沉默的，可是很用功的学生会变得是很好很好的玩游戏的人，因为他们你给他们另外一个声音讲话，你给他一个角色来扮，所以他其实更容易发声。然后另外是说他们是做功课的，所以他们其实会准备一些资料，他们会准备一些东西，那他们来演的时候呢，那别人就看了一愣一愣的，觉得 OK， 那我要准备了。所以第二个礼拜呢，你会发现全部人都开始了准备，然后他就，然后另外，所以我要教的这个东西是，当然是同理心，一个就是说你要扮演跟你不同的角色，你需要延伸你自己的一些思想。我刚刚在健身上跟瑞英说，因为我在 Duke 教书，我的学生多半都是精英，对不对？然后他们都是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家境不错的，然后社会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多东西是很顺利的，所以他们提的 proposal 都是那种好像我们工商，就是我们建教合作啦，然后企业会出钱啦，然后我们要全球化啦。然后我后来就提醒他们说，我觉得 Chinatown 的人不会这样认为，对不对？你把一个大卖场引进 Chinatown， 你是把这边的生机给杀掉。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说这个游戏就是说把他们自己的一些 biases 带进来，可是你也同时可以点出他们的 biases。 你一般在班上讨论你点不太出来这种 biases。 还有像我一个学生，我那天在跟云南讲，就是他是一个韩国人，他是一个韩国 international student， 家里很有钱，然后我让他扮演的是 LA Chinatown， 就刚刚拿那种反对高压租金太高，反对这个Chinatown 盖大卖场。然后他就他头一天呢就开始跟很多商人联盟，然后我说你是在 Chinatown 的 working class 搞摄影，你怎么会变得跟这么多人商人联盟呢？然后我说请你回去再看一下这个 CCE 他们的历史，就是因为这是个真的组织嘛，community activist 组织。然后他第二次来他就懂了，他让他第二次来他就一直在那里示威啊，拿牌子。可是就是说他当然是为了一个成绩，所以他要表现得好，我已经点到他了。可他同时我觉得他快玩完后，我觉得这个游戏最重要是我们第三周是讨论他们的心得嘛，就是他们要写文章，然后他要讨论他们，然后他们很多人都会讲到，就是说他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他们的一些思想的改变，因为他们怎么样去，因为他要面对他需要谈这个东西。像另外一边输的一方，这一次就是因为他们就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用 intern， 然后我们不用付钱，因为他们就大学生，然后那个演大学生的一群人啊，当然他们都是大学，也就非常的就开始说，你看这就是他们的错误，这样子只有有钱人能做义工的，穷人哪能做义工？对，所以穷人是要赚钱的，所以你这样子一个就是错误，你就是犯错误。然后后来他们就噼啪，最后来就变成是 UCLA， 也 UCLA 那个 group 赢了，因为演商人的那个 group， 中商协会，他们基本上觉得，因为他们就像 Duke 学生嘛，他们就觉得说基本上义工是好的，因为是你的 CV 啊，很漂亮啦，以后你就可以找事啦，也是白领工作啦。可是演 UCLA 的那些学生，他们就非常的明确的了解，他们是 UCLA 的公立学校的平均 UCLA 学生每个礼拜打工20个小时，所以他们完全不能说我要放弃打工20小时赚的钱去做义工，所以他们就立刻把这些东西全部资料刷上去 ，data 刷上去，他们就赢了。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然后同时我会有四个，我们是50，所以我们有人扮演《世界日报》、LA Times， 还有那一些报纸，他们就一直在报道，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这个 Twitter 啊、社媒啦，还有他们发文稿啊。然后这些当然是选就比较会写的学生了，就是他们会写很快的学生。可是然后我跟他们讲他每天性质不一样嘛，所以像 LA Times 就一直在找这个好政治阴谋论嘛，然后我说世界日报你就要看三角恋啊、情杀啊、八卦的东西啊，然后就说你每个报纸有每个报纸的这个，对，然后当然还有他 anyway 有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可是我常玩这种虚拟游戏，就是说因为他们玩过之后，就是你自己体验的过程的说的 embodiment， 就是你会觉悟到很多新的东西，你会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然后你会开始，我觉得跟他们而且教一门基本上是以社区为主题的课，他们其实都是个别，他们都是个体户，可是他们玩完这游戏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社群，就是他们玩完以后，他们跟他们的，因为他们要
一直结党，他们才能赢。没有一个人是一个人的 proposal 会赢的，一定要是有一票人的 proposal。所以他们就一直要妥协，一直要跟别的同学谈，怎么样去，又是照着他们的脚本，因为他们我会给他们一些就是他们一定要做、一定要不要做的事情。啊，他围着他们用他们脚本，用他们的知识，用他们这个学期看的书，怎么样去再用利用他的知识去扮演他的角色，然后说服别人。那很多人就说，可是那不就是说，有时候也是个人魅力的问题啊，有些人很会演戏啊，就是很，那我说摄影不就个人魅力的问题吗？就是有些人就是很会做引导的，所以有些人很会做妥协的人，很多人就是会按，然后很好玩的是后面有很多后门，很多人做私下谈判的人，有些人是专门会做那个，然后后来他们的 email 都爆发出来，就说之前就是在台面上辩论的时候学生都没有看到，后来我把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用角色写的那些就有一个人是扮演LA 市长的助理，他就给他其实是坏蛋，他跟每一个人写 email， 不停的写 email， 要说服他们怎样，然后这后来台面上都看不到，可他其实做到这个，就他完全就他了解说，其实很多社运、社区跟任何基金会都是一些暗地操作，这其实不是表面的这个谁会说话的，这种游戏就是让他们怎么样亲身经历一个社区的形成的过程，也让他们真正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就是他们从一个非常 passive reader 变成一个非常 active embodier， 所以这是我的教学理念，所以我一向教学，我也写过《傲慢与偏见》的游戏，今天在跟林伟大讲这个，对，我写过《傲慢与偏见》的游戏，我写过《办餐馆》的游戏，而且在我班上，好像 Miley 是旁听努力问，他没有旁听那个，我不是说两年前我在教的时候，林伟有旁听我的课吗？他很倒霉啊，他以为从外国来做访问学者，你反正就坐在后面，然后你可以打电脑、滑滑手机，然后听听课，对不对？我就把他抓去做裁判，然后要讲英语，让他非常紧张。你现在英语比较好吗？没有，就说，所以我就说，在我班上没有 auditor 的，我班上你要做 auditor， 你就要来参与的，所以他就上了贼船，然后不知道。然后另外是世新的老师，那位叫刘建基老师也是，他们两个都以为他们就是乖乖坐那里旁听就好了，然后就被我搬上台了，把他们吓死了。然后因为就是我是玩一个，就是让他们在30分钟内就是每个都是他五个人的一组，他们要设定一个餐馆，就是因为我当然有一两个周都在讲唐人街餐馆的各种法令跟歧视跟还有行程跟为什么要做外国菜啊，外国人吃的菜啊。然后这个讲完以后，我就让他们去设计一个餐馆，包括菜单，然后是实时的用就是北卡的这个地图，所以他们要选地方，一个真的地方做。然后他们的评审怎么？他们的裁判，他们的评审是包括美食家，包括社区组织，看有没有会影响社区，负面影响社区。包括生意，就投资商，包括什么，然后让他们去辩论，让他们去 present 他们的 proposal。学生都很厉害的，因为我觉得学生基本上都是 capitalist， 所以他们很会做这种游戏。This is not a problem。在他们演 social movement 的时候是一个 problem。对，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对他们教育成分更大，就是他们要学怎么样去做社运。可是像。对他们演 cap， 他们做，你不觉得他们做的好漂亮？那做的那30分钟那个 PPT 全部做出来，还有音响效果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出来。对啊，有的学生说，哇 ，OK， 你是 you can go to business school， 对，你完全准备好，you are ready 。对啊，所以您刚刚要我讲就是说，因为我教学我一直求突破嘛，就一直想，然后我也教关于这，另外我也教漫威啊、星际大战啊，我那些很多，然后他们也做不同的游戏。